陈洛轩，希望今天能给大家带来欢乐，谢谢。金秋十月爽，九九画重阳，日月两重归，相映地久长。秋风送爽，果实飘香，金秋十月，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老人节，九九重阳节。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欢聚一堂，共度着美好的时光，并向大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节日祝福，祝大家健康长寿，开心快乐每一天。下面请允许我宣布，九九重阳节群众广场联欢晚会现在开始。二十四式太极拳是国家体育总局于1956年组织太极拳专家汲取杨氏太极拳之精华编创而成的，尽管它只有24个动作，但相比较传统太极拳套路来讲，动作更显规范，内容更显精炼，并且能够充分体现太极拳的运动特点。请欣赏福建省太极拳协会金峰峰会为我们带来大型集体武术二十四式太极拳，有请。
请欣赏打工皮婆媳对唱，演出单位文体活动中心。好啊，连锁都没开过，哈哈哈哈！讲个讲啊，你当金宝的哦，可是太厉害，
宝宝啊，说嘛他里面据说做漏我一个女呀、啊，讲讲讲讲，慢慢些，宽宽些，莫给些，跟我讲啊，都都爱跟我学的哟，学的哟啊，闽南的呀，哎，这个生存不太哟，讲，难过宝宝多了。下面请欣赏黄梅戏联唱，表演者林一美。等。
场舞蹈《又见北风吹》，表演者徐敏龙等。也许它是最廉价的一种，但它永远烙印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它就是大碗茶，品着它，我们似乎又见到了高高的前门、冰糖葫芦、杏仁豆腐。有请陈丹云为我们带来女声独唱《前门情思大碗茶》。
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一盆衰草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节，看一缕那山茶窝头咸菜嘛，就这一口大碗最廉价，可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他醇厚的香味，饱含着泪花，他饱含着泪。又见红墙碧瓦，高高的前门几回梦里想着他，岁月风雨无情冷吹打，吃一身辛辣豆腐敬畏真美，我带着那苦心带着思念嘛，摘了一口大碗茶，是精简实用的奇门兵器，它快速精悍，时而不滑，是很好的防身健体器械。经常使用不但能提高腕力，协调身手，而且还能大大的提高身体的灵活性和敏捷性，又可以锻炼胆识，培养坚韧自律的美德。请欣赏武术器械大串烧，有请。
赏舞蹈吉祥给力年，表演单位金峰老体协舞蹈队。托起了祝愿，美好的祝愿，祖国母亲送来春天温暖。什么？他会永远爱你，不论你成功或失败，他会永远爱你，那就是母亲。请欣赏由刘怡音带来的男声独唱《母亲》。有人给你拿，
有人给你他，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有人他给你包。Thank you.
看来，陈秀兰是少有的太极高手，是一名太极女王。从她学习太极拳运动以来，荣获过多少国际、国内的冠军，连她自己也说不清。面对越来越多的成绩和荣誉，陈秀兰很平静。她说：“普及太极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今晚他在百忙之中从外地赶到晚会现场，为我们表演太极混合扇，大家掌声欢迎。花开的时候尽情的绽放，花谢的时候
一地的缤纷。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尽黄昏。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活动